最开始虽然他们两个人实力都很强，但我觉得他们不是特别像一个组合。从他们第一次非常爆炸的演出，再到后面他们就磨合得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像一个整体。哇，多雷今天特别帅，我特别喜欢你这个真皮内搭。如果前九期对于你们来说音乐有压力的话，今天第十期每个人在舞台上音乐对你们来说都是享受，所以谢谢你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享受。谢主持人。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在音乐上一直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一个孩子，然后老师同学都给了我特别特别多的鼓励和支持，我觉得渐渐的让我找到了自己，所以非常感谢老师和同学，谢谢大家。其实我特别开心的就是能够认识各位老师们，然后能够认识各位同学们，就是每次和同学们的相处，虽然录制有的时候很紧张，但是我们私下里面然后关系都特别好，然后就是让我干渴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点友情的滋润，和各位老师相处的也特别融洽，然后也感谢各位老师的欣赏。对，好，我们听听三位班主任的感受吧。我觉得你们今天表现很棒，媛儿姐特别的镇得住，然后多雷也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我认识顶顶姐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嗨，她刚才在台下一直为你尖叫。多雷跳得太逗了。所以谢谢你们俩在这个舞台上为所有人带来的美好的演出，加油。好，谢谢王老师。今天多雷跟圆圆真的在舞台上，我觉得完全完成了一个自我魅力的大展现，我觉得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才能够真正的说让所有的人对你的音乐对你都梦寐以求，是这样的。谢谢曹老师。